好，同学，典型的有备有分的题目，OK？他问说，何者持续时间最短啊啊，所以我才说有备有分呐、啊，哈、啊。那首先你要了解 A 选项是什么？它叫冰室地球嘛？冰室地球这个概念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叫温室地球概念是不太一样，是颠倒。所以冰室地球是在讲它什么？诶、欸、它的冰期、冰河会扩张或冰河会衰退。那这个周期呢，应该跟这个 B 选项哦。 这个雪地地球应该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当地球的冰呃冰释地球呢，扩张到极限的时候呢，应该整个地球会被白会被白雪给覆盖，OK 吗？好、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大约循环的时间哦，大约一亿年左右，行吗？时间尺度嘛，循环时间大概一亿年左右。那 C 选项冰期呢？哎，建议最好记一下啊、哦，冰期的循环时间大概是十万年哈，十万年。 大约，那冰期跟冰的中间呢，叫间冰期。OK 啊，间冰期。那冰期的影响呢，应该会受到很多因素去影响到哦，包含什么？包含日照的角度啊，就是我们的倾角嘛，包含我们的轨道的离心率，就是我们像不像椭圆，还是轨道比较像圆，都会影响到冰期的循环。 OK，所以我们推估完之后，大概是十万年做一个循环，冰期跟冰期中间要建冰期，这样 OK 吗？好，我们再看猪选项，新仙女墓事件啊、呃，这等于是要我们去记忆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哈、哦。那仙女墓事件的持续的时间呢，大约大概就是一千年，一千年，OK，当时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因为仙女墓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在高纬度的欧洲啊、哦，高纬度的。 地区哈、哦、会找到的一种植物，那新仙女木事件呢？就当时呢气温急速的下降，下降了之后呢，诶、欸，导致仙女木这个植物呢，竟然在低纬度的国家也都能找到痕迹。所以当时呢，显然呢气温是造成急速下降啊。OK，好那这个一下降呢没有立刻结束、哦，竟然持续了一千年，气温才会回升，所以导致呢有一个短暂的冰河发生。OK 哦，所以这样一看下来呢，时间最短是谁？应该是猪对吧？ OK 啊、哦，这样这一题会了吧？